各位好，欢迎收看《经济史话》，我是李肃。我们在上一期节目中呢，通过中共西藏工委副书记、西藏军区副政治委员范明的回忆录呢，探讨了中共西藏政策的形成和变化。我们今天呢，要通过原中共西藏工委副秘书长张向明的回忆录，来从另一个角度探讨这个题目。以前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在中世纪，这大概是符合事实的，因为那时候没有现代的大规模印刷出版业。中国每次经过改朝换代以后呢，都要为前朝修史，这是典型的胜利者书写历史。胜利者书写历史也意味着我们能够读到的历史，其实呢，都只是胜利者的一家之言。然而，现代社会有了大规模的出版印刷业，有了互联网，历史记录就不只是有权势者独霸的权利了。历史事件的亲历者，谁把当年的经历写了下来，出版流传，谁就以一己之见记录了历史。于是，历史就是记录者书写的。即使这个记录者实际上是社会变迁中的失败者，范明最后成为一个历史上的失败者。在中共西藏工委西北派和西南派的争斗中呢，身为西北派领军人物的他呢，一度得势，位居西藏工委副书记，在西藏工委中呢，安排了大量的他从西北局带去的人，却突然失势了。1958年，范明被定为极右反党分子，这显然是一个错案，因为当年西藏的汉藏人士普遍认为，范明明明是一个最左的人。1962年9月，范明入狱。1980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对范明问题进行复查，范明得到了半平反，因为仍然保留了他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结论。几乎在范明出版回忆录的同时，中共入藏的西南派也出了一个历史记录者，他就是当年中共西藏工委副秘书长张向明。他2006年在中国大陆出版了自印本的回忆录《张向明55年西藏工作实录》。这部回忆录呢，有大量的细节记录，和范明回忆录写的呢是同一个时期、同一个地方、同一批人、同样的事件。他们分别代表了中共西藏工委西北派和西南派的视角和观点，两相对照读起来呢是十分有意思。而范明回忆录中不点名的中央某负责同志，从张向明回忆录中呢可以猜测，最大的可能是原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中共西藏工委中的西北派和西南派是怎么形成的呢？追根溯源，你也许可以说是由于入藏的交通路线而造成的。历史上呢，从汉地入藏去拉萨，通常呢走青藏路或者是川藏路。解放军入藏的任务呢，原来是中共中央决定由彭德怀主持的这个中共西北局担任，组成西藏工委随军进入拉萨，走青藏路。这个方案呢，一个有利条件呢，就是班禅喇嘛和班禅行员，事实上呢是在中共西北局的这个手上，他们可以打出护送班禅喇嘛回藏的这个旗号，提高解放军入藏的正当性。于是呢，彭德怀命令范明一个月之内呢拿出一个进军西藏的计划。范明提出的报告是呢，从西北走青藏路进军西藏呢非常困难，需要3年才能完成。那么彭德怀呢就建议从西康进军，也就是走这个川藏路。于是呢，中共中央决定将部队入藏的任务呢交给邓小平主持的中共西南局，由西南局派遣解放军第18军入藏，同时呢组织中共
西藏工委随军进入拉萨。解放军第十八军军长是张国华。同时呢，中共中央派张经武作为中央政府驻藏代表随军入藏。但是呢，中共中央同时决定，中共西北局仍然要准备一支队伍，在十八军进入拉萨以后呢，护送班禅喇嘛入藏。中共西北局的范明组织了西北局的西藏工委，人员呢多达700多人。在向中共西南局汇报这一方案的时候呢，邓小平呢悠悠地说了一句：“麻雀虽小，肝胆俱全。”言下之意呢，是他明白西北局的范明这是在为自己的人马布局抢位。解放军十八军进入拉萨，举行了入城仪式。当范明的西北局护送班禅的独立支队来到的时候呢，范明呢也坚持要搞一个隆重的这个入城仪式。显然呢，这是范明要向中共西南局的人宣示西北局人马的重要性。尽管呢，十八军军长张国华等西南局的人呢不同意，担心呢这样会让藏人感觉到是炫耀武力。尽管呢，范明的这个独立支队在编制上呢是解放军第十八军独立支队，即将归十八军军长张国华的领导，但是范明呢仍然坚持举行独立支队的入城式，坚持带着部队呢绕着拉萨市中心的这个八廓街走了一圈。西南局呢和十八军的人呢也只好顺从了这个范明，但是呢双方从这个时候开始呢心里呢就结下了疙瘩。解放军入藏是十七条协议写明的，为的是呢保卫国防，西藏的原有政治结构呢不变，所以共产党的组织不能公开进入西藏。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呢是不公开的机构，但是实际上中共西南局和西北局都各自组织了西藏工委。进入拉萨以后呢，两个西藏工委呢尽管合并成一个中共西藏工委，但是呢中共老西藏们的这个口中呢仍然还有西南派和西北派的这个说法。西南派呢有张经武的中央代表身份，名义上呢他是唯一代表中央政府和达赖喇嘛及噶夏联络的最高官员。西南派呢除了十八军军长以及后来的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和十八军和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以外呢，还有西藏最早的共产党人之一平措王杰。他是来自原西康省，也就是今天的四川省巴塘地区的一个藏人，和西藏噶夏僧俗官员的联络呢有这个先天的优势，对于入藏初期的工作，也就是统战工作非常有利。而范明呢也带来了一个大班子，他们和班禅行员呢有历史渊源，控制了班禅行员中原驻南京办事处处长的季进美。这个班子中呢也有一个藏学专家叫做牙寒章。由于中共西藏工委中的这个西南派和西北派的矛盾啊，西南派对范明呢无可奈何，向中共中央报告，中共中央呢在1953年底将西藏工委主要领导呢招到北京开会解决内部矛盾。这个会呢从年底开到1954年年初，被邓小平呢戏称为北京板门店会议。但是这个马拉松式的这个会议呢并没有解决矛盾。张向明的回忆录透露，直到北京板门店会议，李维汉、习仲勋以及张经武也是认为西藏的统战工作呢应该把班禅喇嘛放在第一位，把达赖喇嘛放在第二位。但是呢北京板门店会议以后呢，毛泽东就让这个李维汉写出一个报告，从1954年8月2日以后，这个问题呢才真正明确了，确定了达赖第一班禅第二的地位问题。但是这个范明呢却还是认为班禅喇嘛在政治上呢比达赖喇嘛更值得依靠。毛泽东对待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呢是从现实的这个政治出发的，他亲自定下的这个达赖第一班禅第二呢反映了西藏的这个当时的现实，而范明呢却一直认为应该依靠班禅，他至死呢都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他是正确的，比中共中央
更正确。中共西藏工委内部的两派之争造成了范明个人的戏剧性命运。1957年年底，中共西藏工委决定各级党组织开展整风运动，也就是中共的反右运动。整风开始时呢，这个中共西藏工委主要领导张经武和张国华呢正在北京，所以呢整风由工委副书记范明领导。但是呢以后呢却转为批判和处理范明。1958年2月，张经武和张国华从北京回到拉萨，就想建议中共中央把范明呢调回内地，以消除西藏工委的内部分歧。那这个时候呢，范明和几个亲信呢就影射中共西藏工委内部之争的小说呢，这个新西游记的问题呢就被揭发出来了，他的这个日记和小说的提纲呢，就被查抄了。这个实际上这部小说呢根本就没有完成，只是有一个大纲和这个第一章的这个草稿。那中共这个西藏工委呢就召开会议，将范明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上报中央。这个中共中央呢立即批示，就是批准。从1959年4月开始呢，中共西藏工委扩大会议呢开始批判范明。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呢，给范明罗列了15条罪状，定性为反党极右。结果呢就是开除党籍、军籍、将籍，撤销一切职务，送东北地区，这是长白山那个地方去劳动改造。不过范明的戏剧性命运还没有完，把范明定为极右，不仅西北派不服，西南派的张经武和张国华他们呢，事后呢也觉得定性太高了，处分太重了，牵连的人呢太多了。于是呢，3年以后，1962年的5月，这个时候呢，就决定对范明呢做一次甄别，由中共中央监委、组织部和西藏工委负责进行。他们让范明到甄别会议上说明情况，范明呢就辩护说这个《新西游记》是中共西北局某领导同志指示他写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某领导同志啊，就是原中共西北局第一书记，一向是很器重范明的老上级彭德怀。张经武呢就传达中共中央的这个意见，准备撤销西藏工委原来的决议，给范明恢复军籍、恢复党籍，分配适当的工作。西藏工委呢同意了，还安排专人呢做好安抚范明的工作，给范明呢说了很多安慰的话。1962年，范明全家呢也搬到了西安。然而此时情况呢又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有30多个原来受范明案件牵连的人突然到北京要求中央接见，轮番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组织部、统战部等部门的申诉，要求平反。他们抨击这个西藏工委的这个领导人张经武和这个张国华，用词呢激烈，非常的情绪化，这犯了中共内部组织性的大忌。但是这还不至于改变已经决定了的对范明的甄别结论。1962年8月，张经武传达说，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讲了话，说范明的案翻不了。就这一句话，范明的个人命运就此急转直下，范明立即被逮捕。带人去逮捕范明的就是张向明，逮捕之后就交给公安部第九局。这个公安部第九局呢是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也就是说范明的这个案子呢从此由中共中央办公厅直接处理。一直到文革后的1979年底，范明的案子才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复查，改正了过重的处理，但是仍然保留了范明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结论。范明的第二次被处理原因是什么呢？我们没有看到正式文件予以解释。有一种说法是，很有可能他受了原西北局第一书记彭德怀的牵连。张向明回忆录里透露的另一种说法是，范明的背后还有中共西北局最早的领导人高岗的影子。
不管是彭德怀还是高岗，在1962年的时候都已经在中共内斗中被打掉了，都不可能为范明的政治前途增加筹码，而只会给他添乱了。古语云：“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用在范明身上，是再没有这么恰如其分的了。如今回头看，当年入藏的解放军高级将领中，范明的最终命运是相当好的。他最耿耿于怀的对头，来自西南局的中央政府驻藏代表、中共西藏工委第一书记张经武，1971年文革期间死于狱中。而范明和汪峰一起动手送进监狱的平措汪杰，也在秦城监狱的单独监禁中熬过了18年。顺便说一句，范明在他这个回忆录里呢，并没有提到这些情况。晚年的范明呢，仍然不服，仍然认为在当年中共西藏工委的内部分歧中呢，他是正确的。达赖喇嘛出走，更证明他是正确的。他还是想改正中共组织部对自己的结论中保留的犯有严重的错误的说法，但是中共中央有关人士直接告诉他，你想翻案，门都没有。于是呢，这位军中秀才拿起笔来，写出了这部回忆录，而且是在香港出版，显然是要避开中国国内的审查，把自己心中的怨气和不满讲出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以今天的观点来看呢，范明当年在西藏事务上显然是左倾激进的代表。他对达赖喇嘛不信任，主张依靠班禅喇嘛的观点，也由于达赖喇嘛的出走呢，而被中共所接受。但是中共高层的坚持认为范明犯有严重的错误。范明在他这个回忆录中呢，就说曾经担任中共西藏党委第一书记的张国华公开向中央统战部同志说，达赖所以叛乱，是范明把达赖逼走了。更值得人们注意的是，达赖喇嘛出走后呢，范明一直支持的班禅喇嘛替代达赖喇嘛担任了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的主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但是他后来呢，因为上书反映藏地所谓的民主改革中的问题，而被长期监禁。而这种所谓的民主改革，正是范明当年大力推动的。班禅喇嘛文革后出狱，1984年与这个范明在这个北京重逢，两个人呢劫后余生，抱头痛哭。不知道班禅喇嘛当时是否清楚自己批评的所谓的民主改革呢，并因此获罪了，正是范明当年在西藏主张大力推进的。班禅喇嘛1989年春天突然去世，当时呢他只有51岁。随后呢，在班禅喇嘛转世灵童的甄选问题上呢，中国和达赖喇嘛的合作呢失败了。经达赖喇嘛承认的扎什伦布寺选定的灵童呢，就人间消失了。中国另行选定了这个灵童，被境外藏人呢称之为汉班禅。这个事变留下了又一轮西藏内部之争。中国政府呢似乎又看到了可自利用的机会。然而实际上这加重了汉藏关系中双方的不信任。如今回头看1956年以后的事变几乎是一种宿命。中国内地的土改和合作化运动正在走向高潮。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正在朝他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目标狂奔，意图彻底改变中国。1956年的毛泽东不可能放弃，甚至不可能延缓他的宏大计划。而这一计划波及到藏地，就是灾难更为深重的所谓民主改革。中共西藏工委在1956年开始大力宣传，并且议定了土改方案，并非是自作主张，只是由于国内外出现的一系列事件，这一计划被推迟了。也就是说，周恩来在印度向达赖喇嘛承诺6年不改，
不是改的条件不成熟，而是打的条件不成熟。内地农村的苦难已成定局，藏地藏民的灾难也无可逃避。然而还是那句话，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如果达赖喇嘛当年没有出走印度，继续留在西藏，他的命运会比班禅喇嘛好些吗？藏人的命运会好些吗？达赖喇嘛出走后60多年以来，他带领流亡藏人形成了组织良好的政治难民社会，赢得了所在国印度和整个世界的尊重，藏文化也因此走向世界。1989年，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成为当今世界知名度最高、影响力最大的人物之一。可是藏地藏人的命运并没有到此为止。人们现在已经明白，中国当年的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彻头彻尾的失败。此后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不过是针对前20年的纠错纠偏，而被绑在这列灾难战车上的藏区藏民却是连这种幸运都没有。在藏地所谓的民主改革和后来评判中，无数藏人的遭遇，范明和张向明在他们的回忆录里边都只字未提。达赖喇嘛在《流亡中的自在》一书中说，我的流亡已经把藏人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团结了起来。在藏文明的历史上，藏民族的精英终于有了强烈、鲜明而一致的民族自我意识。从此以后，藏地藏人是统一还是分治，不能全凭外人说了算了。在平索汪杰怀念老红军老资格藏族共产党人扎西旺徐的文章里曾经这样说过，在类似错误方针的影响下，造成了一些藏区的无人村、寡妇村，甚至所谓哀求给藏人留下一点种吧，玉树等地的许多小男孩披上羊皮，不得已混在羊群中，免遭杀害等等骇人听闻的冤假错案，留下了难于医治的严重的社会创伤。此外，还令青海藏人痛心的是，个别极左的领导居然别有用心地从内蒙调来了蒙族骑兵进行所谓的评判，造成蒙藏之间以及藏汉之间的仇恨。班禅大师在其著名的世人知晓的7万言书中所说的各种乱斗、乱抓、乱关、乱杀的现象十分普遍。整个藏区数以千计的僧俗知名人士几乎都被送进牢中，有的被判10年、20年以上。扎西旺徐多次痛心地为冤民诉苦诉难，从玉树、从果洛押送的那么多的军车上，无数男女老幼藏族群众被捆绑起来，一卡车一卡车地运到西宁。在监狱门口卸车时，很多囚徒已经昏迷不堪，站立不起来，个别已经死在路途中了。愿藏人的这些遭遇也有人回忆，愿人们记住这些该记住的。而且要记住，历史不再是史学家的专利，而是由每一个记录者书写的。我是李素，我们下次节目再见。Near Lhasa, the capital, stands the Potala, main shrine of Lamaistic Buddhism, repository of religious